们妈祖婆，来现场的是啊，在地和俺帮着，和俺声，俺众小弟哦，来这首灵牌，大家辛苦啊，弟弟们帮着大家做一个参拜，感谢。岁数回报你，当兵高位就是你，当桥下车，一站不留俺妈祖。
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想要把这个盛事啊，给台湾妈祖文化节办得更好、更圆满，帮这个文化一直推广出去，让妈祖啊可以让大家存在心里。也记得哦，来到南方有主题，要来家参拜哦。是。好，虽然我们现在活动即将接近尾声呢，但现场的人潮依旧不减，还是非常的热闹。在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、哦，明天在府中广场、哦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右后右后方的部分，那边会有设置任雕刚妈祖的神尊，然后会停放在那边。明天的九点、十一点、下午一点、下午三点会定时发放限量的精美小礼物。
放在这边。没有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跟角度，希望让自己的妈祖文化呢传承给更多人知道，让他们觉得，让他们认定说妈祖文化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因为就是说，感觉不文化，那都是妈祖婆的音啊，对，真的。有得啊，就是将军啊，大娘娘是上火车，来到阿弟后生，麻烦咱各位现场的四将，下路炮灰，咱将军下面的大军，哦，咱的军队下方哦，来麻烦你。麻烦各位好朋友呢，帮我往后最后两步作为工作人员的指示，感谢你们在看看热闹的同时呢，也要注意安全。
我觉得非常难得，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可以看到那个圣母的圣像。其实以往我们都是圣母的部分呈现给大家。是，人家说语言都有这种渲染的力量，渲染出去。希望借由其他的南北台湾妈祖挖掘，南方各地中方有吗？这个慈恩圣事啊，是让这个板桥地火可以更加的平安，更加的顺利。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们，感谢你们辛苦了，今天也辛苦了一整天，从早到现在大家依旧精神毅力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。我相信现场有真的从早上开始在拜庙到参与这个整个入关的过程，甚至在里面等到看到入庙表演的结束啊，是，如果有全部看到完了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